感谢信号就是幸福水的是在台湾的都是各位好这平安咱先三条来祈祷以咱亲近上帝维护境界阿爸爸我来成为你的维护求你清心大师让我们可以听得明白也有对你下来的快乐我们可以走最出来记得让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兄弟我不知道你来到礼拜堂有机会看到你的周报啊，无机会对无？吼，甲你周报周报的封面吼，写一篇文章是奇怪的题目有无？这个题目叫做《团队的典范》吼，就是无讲，无讲过因吼。啊，这个故事就是一真实的故事，一个律师，伊天伫路边的车去吼弄掉。哇！停伫路边，车叫弄到一只海啊，上弄到盲仔吼。所以伊在受气的时阵，竟然发现伊的挡风玻璃顶面吼，夹一个纸条，啊，就是甲弄到迄个人，是一个康复巴士的司机吼，伊甲讲啊，富康巴士的司机，好，啊，伊讲吼，我要负责吼。啊，请伊甲伊联络有留电话号码。哎呀，这个律师有半信半疑吼，啊，就跟他联络，啊，甲讲迄个伊去估价一万五哇，一万五哎，一万五千块哦，我相信迄个属于你这合会，最好不要留那个电话就好，一万五千。啊，结果呢，过一段时间他就收到一万五千的汇款进去了。哇，这个律师惊一跳，讲靠，竟然有这款的代志吼。既然一点都不能，他上面还这样写，这个人一定是学佛的哈，才会这么善良啊，那么光明磊落。阿一中，你邀请这个司机哈，去弄着这个司机哈来吃饭，哦，你该一定把这个啦，阿先来打定主意哈，要把这个，哦，他不是还他一万五，他还他一万八哈，要把这几万八千块的现金，要还这个还这个司机哈。哇！迄个居民话两个相谈甚欢哦，真欢喜哦。啊，伊就甲迄个万八块摕出来。啊，迄个书，伊咧要讲迄个书记一定啊啦，要收歹收，一点歪收一点摕摕来摕去嘛吼，伊拢准备解电话吼，要甲讲。哎，竟然迄个书记啊啦，收起来吼，啊，毋过互伊一张批，啊，伊讲来等伊较快，啊，在买单的时候又发现那个司机已经买单了，已经先付钱了。因为鲁顺登要处理哦，黑鬼黄啊，就看到一张纸条，另外加上，一共人生这一些的意外啊、变动啊，多多好是上帝，是不是？有地位安排对不吼？来感谢我，好，看到这个。小纸条以外，各有一张收据哦，各有一张收据哦，什么收据？伊甲伊一万八千块吼，他去赴宴之前吼，去假无进前，伊知影这个律师要还伊一万八千块，伊无爱伫遐提示吼，伊伫进前就甲这一万八千块呐，捐予创世基金会吼。我昨每日讲这个广告价时阵，就有那个青年说啊，他捐错对象了。对，我也不会捐创世基金会。为什么？创世基金会是咱台湾吼，他们去调查有四个这种募款机构吼，这四个是拒绝吼公开他的账目。他们很有钱，他们拒绝公开他们账目哦。创世、慈济、世界展望会，好丢脸哦。还有世界展望会，咱几多岛诶吼。还有一个忘记了，这些都拒绝公开他们的账目吼。呵，王毅，重点不在这里。然后邓来，讲这个书记一进前的，把这个
满倍啊几满倍千扣已经捐给创思基金会，然后给他这个收据，哇，这个律师哈、哦、深受感动哦。哦，各位想到这，伊伫文中有写到，这个属于是什么？是信什么教？啊，他不是佛教啊，他是一个天主教徒哦。你短短这篇文章，你看到基督徒的一个广义的基督徒的一个状况的时候，这个社会伊在看到一个好人的时阵吼，第一印象他是什么？啊，是学佛的哈，他第一个印象是学佛的哦。啊，然后我相信在整个他们吃饭的过程哦，这个司机天主教徒绝对没有做我们现在所谓的传福音，你知道意思吗？咱讲的传福音什么意思？咱之前我一直讲的，咱一般所受到的教示，咱的教导，传福音就是对着我，对着非基督徒啊，好，一直甲讲讲讲讲讲。我相信无，因为我真把所有的天主教徒不会做这个事情，天主教徒不会像基督徒那么三八哈，天主教徒不会做这个事情。那我们还会笑人家不传福音吗？事实上，各位兄弟，这个天主教徒这个司机有没有在传福音？有在传福音吗？他用他的行为见证在传福音。这里有强吗？好，有强哈，有强。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我第零九嘴哈，还好圣行穷嘛，好奇怪的一句话，有没有？为什么喝醉酒跟圣灵充满有关系？一开始就讲，恁得爱斟酌，是恁所做的代志。我们和本翻成谨慎行事，不够活泼，不够生动。台语讲，恁得爱斟酌，看恁所行的是怎样，吼，爱斟酌看恁所行的是怎样。所以很强调，保罗很强调基督徒，你们的行为要很谨慎，哦，恁得爱做斟酌，哦，恁所行。为什么这个他重要？伊讲唔通亲像无知识的人，爱亲像有知识的人。如果我们抓得住从旧约以来希伯来文化的传统，那讲到有知识、有智慧的人，是表示这个人啊呐，是要表明这个人是啥物款的情况。讲这个人有知识，这个人有智慧，其实唔是在讲这个人是巧哦。不是讲这个人足有才吧，不是在讲这个人、哦、很有智慧，不是在讲这个、哦，是在讲什么？是在讲这个人啊，甲上帝的关系是最亲密的。那箴言安怎讲？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哦、然后认识啊，敬、哦、拜认识至高者，便是什么？聪明哈，聪明。这概前册哦，对希伯来文化、对旧约的概念来看，一个人真正的有智识、有智慧，是因为伊甲上帝，伊的性命甲上帝结连。哦，然后恁得爱做真正恁所行的代志，得爱做一个甲上帝、性命甲上帝结连的人，唔通亲像愚公的人安尼。啊，煞嘞！这经的个公表公很奇怪哈、哦。我们是翻成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为什么现今的世代邪恶？你要爱惜光阴？弟兄姐妹们，我们常常这样读圣经，到底我们在想啊？为什么现今的世代邪恶？你要爱惜光阴？如果是你，你说你要怎么样？现今的世代邪恶，你把爱惜光阴遮住。现今的世代邪恶，所以你要怎么样？快造句，要多祷告。好，快点，会造什么句呢？你会怎么写？因为现在哦，这现今当今的时事，这是阿欧的，你来安弄。要什么？要多靠近上帝。要怎么样？好、
要盖好的房子保护自己，对吧？哎，你怎么会跑出这一句啊？要爱惜光阴吼，所以常常鼓励各位兄弟，唔通干那一本圣经吼，咱也免读圣经来个两三本哦，至少台语的看一下吼，其他的版本看一下，有英文的也可以吼。其实咱的台语环境较对，它翻的比较准。伊讲得保守机会，要把握机会啦。或许吼，把握机会也是一种爱惜光阴，可是他抓错重点。那今麦来看，较水的环境就是要把握，爱保守机会。啊，今麦个两类合作一股，因为当今的时势邪恶，所以你要把握机会。啊，你是要把握什么机会？对下这個。那照咱的理解，哇，今麦咱这个世代邪不邪恶？何林耀，比莫巴波罗的时代，这是阿好英说书的时代。这几年开始，我有什么呀？啊？无法比较，用猜的啦。我当然是认为现在比较邪恶啦。好啦，那就打个平手啦，一样邪恶。哎，各位兄弟，啊，这里吸血，这里邪恶，要把握什么机会？把握机会，跟他一起做坏事，对不对？是不是啦？哎，有点头哦。各位兄弟，为什么要把握机会？他说时势那么邪恶，那我要把握什么机会？啊？把握机会跟上帝连结。好，把握机会干嘛？做好事。哎，为什么我要把握这个机会做好事？是因为这个现今这个时势盖邪恶啊？如果现今这个时势很什么？很清洁，很善，很圣洁，要不要做？要不要做好？把握机会做好事，就不用做了吼。你要做啊，所以为什么特别说现今的世代邪恶，定得爱把握机会来做好代志？哎，我是同意咱前代阿妈，哎，无啦，前代姨，好，前代姨咧讲的迄个爱把握啥物机会做好代志。啊，不过这个关联是什么？为什么我在这个邪恶的世代要把握机会来这都代志？这个会跟前面一句是有文脉是有关联的。伊讲你在金足，你收平安书，啊，就是来这好事嘛，吼、哦。啊，是安怎？这个现今的时势，这无好的时阵，哎，把这个机会来这好事。为啥这样？我刚才咱开始刚才进行讲迄个细细的故事，就是安尼啦。是安怎？迄个律师遐尼感动？为什么那个律师他说感动到哭？你想在我伫美国住一段真长的时间吼，我嘛时常吼，迄停伫路边的车吼，碰安那，磕着、卡着，是后视镜归个安那，送下来去吼。我跟你保证，两三次我拢有收到迄个纸条，都会有那个小纸条夹在你的挡风玻璃、雨刷，还是夹在你的那门缝。他们都说什么？他都留下电话、名字，要我跟他联络。啊，我自己呢，给人家撞到哈，其实我也是乖乖的怎么样，留下纸条，把我的电话怎么样？写在上面。各位兄弟，那是一个社会吼，做这款代志，做正常、做自然的时阵吼，迄、那个鲁迅会做感动未？会未？未啊！迄、那个鲁迅你讲，啊，这就安那，这就拢应该安尼做的嘛，对无？台湾，你收到这款的纸条，你会做感动未？会啊！因为这是台湾是安那。是恶化生的代志，对不？啊，你明白今天讲啥无？有没有了解了？各位兄弟姐妹，咱所站起的一个社会吼，那是愈老越鲁，的愈是咱什么会的时阵？啊？的愈是咱用咱的生活见证传福音的机会啦。
是不是？各位阿姐，听我咧讲啥无？虽然我的台语做落文吼，我的意思是讲吼，咱的社会，那其他的非基督徒，因的生活，因的行为，比咱较端正，比咱较好，你是要传什么福音啦？所以我现在问你，很诚心的问你，弟兄姐妹们，我这诚心甲你问看咩啊？你认为即马台湾的社会有好？有这水，这恶，这安尼人工强人够有无？有啦。啊，无的话是安那？咱来安那？霸权会创啥？甲因做伙歹对无？咱来霸权会安那？有水，有好，诶，生活的见证表现出来。当咱有这款的水的生活的见证表现出来时阵，你唔免讲半句话，你就在什么传福音了，是不是？各位兄弟，所以咱为着台湾社会即摆遐尼烂、遐尼落来感谢上帝，对无？是不是啊？啊，感谢了，感谢了嘞，倒来困。唔是啦，感谢了就珍惜咱所行的事，正做一个。智慧的人，有知识的人，就像现在讲的，唔通戆戆，唔通戆戆，咱就要明白上帝的心意。上帝把咱放伫这个遐尼老、遐尼无好、遐尼出大问题的台湾社会内面，基督徒咱的机会是啥物会？咱的机会是啥物会？其实咱只要，我们只要。好好啊，活出一个基督徒生命的款式，咱就已经在传福音嘛，我们就已经在传福音了。你不用去学什么四律，不用去学什么三福，唔免去学什么双义，唔免去学怎么样基督徒要如何传福音，你不用去上课啊，然后壮胆饮酒吼，喝大去路边抓一个人讲。耶稣爱你，耶稣真的很爱你，你要信耶稣就可以上天堂，不然你就怎么样？哦，你们都很知道了，不然你们就给我下地狱。各位兄弟，这不是在传福音。咱基督徒上知影一件代志，吼，你要用讲的、传讲的，让人信耶稣基督，上困难的是什么人？你的对象最难的是谁？你要用讲的，讲到人家信耶稣，最难的是谁？谁？家人嘛，对不对？同不同意？传福音给家人最难，对不对？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家人看什么？看你的行为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基督徒就选择不要传福音给家人，都传给谁？传给谁啦？传给不认识的人啦、因为他没有机会看我们的行为嘛。所以你知道这个东西，想一想会发现，那我觉得结论就是，咱基督徒把传福音这件代志哦，完成诈欺，你说是不是诈欺？啊，就骗不了家人，只好去骗谁？骗别人呐、啊，各位兄弟，是不是诈欺的、啊？真的是诈欺，我越想越像。以后我们成家，大概只剩一个基督徒，听懂我的意思吗？你听我外意思哦。各位兄弟，家人看我们的行为看得到吗？你们，哎、欸，各位兄弟，咱这亲，我这亲我，我这亲我，可是你知道我的行为吗？你有了解我吗？不嘞，各位兄弟，所以我也在诈欺，哈哈哈哈这比爱的代志，你有看？咱基督徒团队团到变成诈欺哈。回到圣经怎么讲的？金足烂收行的书，我们要很谨慎、很在意我们的行为，咱唔通真做戆戆的人，好，咱得爱听最明白上帝心意的人。所以到这里为止很清楚，
他做了一个两组的对比，一个是公人，一个是有智慧的人。他都我讲过，有智慧的人是表明你的性命跟上帝啦，决定是你决定。第二组的对比是普通人、公公的人，跟明白上帝心意的人。所以你看得很清楚，迄、那个性命跟上帝决定的人，伊一定是明白上帝心意的人，对不？哦，啊，其他的拢唔是啊。那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佫有第三个对比吼。伊讲唔通啉酒醉，目的酒醉会得到放肆，是着乎性情充满。这句话是足奇怪的。为什么保罗吼，他把喝醉酒啊甲被圣灵充满两个提来做一个对比，有没有觉得怪怪的？那个八竿子也怎么样，也打不着关系啊，为什么喝醉酒跟圣灵充满有关系？是不是两个都会拱拱呢？两个都会乱七八糟干嘛呢？好、哦、来，以家来给大家提醒一个神学的问题，也不算神学，是圣经神学的一个现象。我们现在基督徒常常在说圣灵充满，对吗？动不动就说圣灵充满，其实圣灵充满在圣经里面，在新约圣经里面是跟那路加、哦、路加写使徒行传跟路加福音的那个路加跟保罗的专门的用语、哦、其实这两只有这两个很在意的去提到圣灵充满，就是说波罗跟路加他用圣灵充满这个 term 在描述一个状况，其他包括亚索彼得还是其他的书都因在描述这个状况，他们不是用圣灵充满。那今晚就来借这个机会来解释什么叫做圣灵充满。他说酒醉，他说不能酒醉，爱好什么酒醉的意思就是让什么让充满，这样有同意吗？你们这些不怕喝酒醉的牙手啊，大家都喝酒醉过，你们在听，你们在跟啊，你们没有喝醉酒的举手我看看，没有喝酒醉过的举手。哎，那生活中都没喝酒的、哦、哎，下面有一个福轩，没有喝醉酒过，没有，那礼拜完来找我。你若啉酒醉，你表示你这个人，你的身躯内面拢充满什么？酒精的啦，对不对？好，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是很严重的被谁影响？被酒精影响，安尼有理解无？好，那这样的现象，其实你的生命会有一种状况产生，叫做什么？顿。哎，同不同意啊？嘿啦，讲到啉酒醉吼，我这少年都有经验，你问我嘛？啊，我在17岁就喝醉酒，对不对？好，害你被学校叫去学校骂，是骂我啦。哎，你若啉酒醉吼，你的身体各方面都会顿，较顿啦。哎，要摕物件摕去包伊去，啊，要食物件食去鼻腔去，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同不同意啊？还是你们喝醉跟我喝醉不一样？好，好，啊，拿来比较。你若叫圣灵充满，其实若照圣经的描写，它反而是会什么 ？sharp， 会来啊！听懂意思吗？哦，你不管是你的理智、你的理性、你的意志力，还是你的身体的状况，都会变什么 ？sharp， 会变较好了。好、哦。五个比较不只是安尼比较啦，我用一个表来做一个比较。这边是被酒精充满，另外一边是被圣灵充满。第一个比较，各位兄弟们注意，两个都是意识清楚的，信不信？喝醉酒的人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事？
哎，诚实一点的，知不知道？啊？红丢了，红丢了，赶紧过来。喝醉酒的人意识清不清楚？他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完全知道，只有借酒装疯这个事情。你不要跟我说，有些男生很讨厌哦，啊，他喝醉酒就跟女生发生关系，然后早上醒来说，啊，我都不记得了，我都没有做，相不相信？不相信。各位拿这，因为你钝，你是会忘记一些事情的，可是重要的事情你会记得。啊，根据我的经验。我的观察还有我的非官方统计，喝醉酒的人哈，什么事情会忘记？这是冰凶是日常生活里面你很习惯做的事情会忘记。比如说你现在你现在要为这个礼拜堂走出去，像现在那个先生要走出去，一定要做一个什么动作？开门这个动作，这个动作你不会记得，怎样意思不？听懂我的意思吗？好，你现在要签名，签名要拿什么？拿笔。这个动作你不会记得，可是你签下去会不会记得？太快了，因为如果你是常常习惯签名的人，你就不会记得了。好，就是说你平常这习惯在做的事情，你也袂记。啊，不过那是特别要做决定要做的事情，你一定会记得。那你怎样意思不？对一下这里，有些人借酒装疯吼，然后去做一挂代志了，啊，跟偌东我唔知，我唔知吼。好，譬如讲，你借酒装疯吼，我借酒装疯就把静静打一顿，好，然后醒过来说啊，静静对不起，我不晓得，我喝醉酒，我都不记得这个事情不是我做的，这是骗人的。读一下面尾。除非我每一天平常没事就把静静怎么样打一顿，啊，这样我喝醉酒把他打一顿，这件事情我也忘记，啊，你有了解吗？啊，那来看那个背后信息穷嘛，各位听这，不要怀疑，不论是旧约到新约，虽然有描写一些人以后信心感动也是怎样，他怎样说一些话，说他不了解的话，不过基本上以圣经的描写，被圣灵充满的人，其实他的意识是什么？是清楚的。就是说他在做什么事情，他是清楚的，是他自己在做决定的。好，再来，让酒充满的人，喝酒醉的人，他的自我会放大。什么的，什么意思？就是我要怎样就怎样，有没有？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平常如果要跟那个女生说我爱你，也安那，拍死，哦，讲不出来，就恁的嘞，就哪恁的嘞，什么我爱你呢？甲抱起来安那，金蕊嘛无要紧，哦，那个自我会放大。啊，不过你有性情求莫爱，一定是什么？自我会缩限，什么意思？因为咱人的自我呐，愈大，信心伫你的内面就愈小。咱上耶稣讲一句话，讲凡啊要跟对我的人，知影呐？什么放不下？啥？那个，因为和合本是说舍己哦，所以我们想要用台语去讲那个舍己哦。台语其实有一个更加水的方法，啊，台语是讲在看无家己，看无家己背家己的十字架来跟对耶稣。看无家己是不是等于是自我的什么缩限？啊，这很明显，喝醉酒是自我放大，我愈来愈大，我要做啥就要做啥。啊，不过若互信心充满的人，伊会去体贴别人。伊家己会看这些，欠你伫上帝面头前。啊，若饮酒醉的人，合什么会知心意？家己的心意，对不？啊，若好信心充满的人咧，合上帝的心意。
所以各位兄弟，我好到共鬼啊！圣灵充满了这个 terminology 啊，这个 term， 这个专有名词，干那是波罗加罗加因花伊讲，好你要看咩啊？那叫我来解释。耶稣哪要描写圣神充满？耶稣是用得能力啊？耶稣是用什么款的讲法？保罗说：“你们要被圣灵充满，成为一个好基督徒。”耶稣也说了：“你们要怎么样成为一个好基督徒？”给你们猜，快点，看你们对耶稣熟不熟？哎，我句型一给好你啊呢，已经给你这个句型了。你们猜看耶稣常讲的比较确定啊，够有什么回吗？我们保罗也说，保罗是说，并爱好圣神充满，真做一个好的基督徒。啊，耶稣也说啥？恁得爱安那？这上细，呵呵呵，搁电话无？恁在安那？加做几多桶？不，加做一个好几多桶？耶稣的讲话甲亚瑟的讲话确实，亚瑟的讲话，亚瑟的约翰讲话什么？是洗约翰，甲耶稣，伊拢开始拢讲什么？你们要。你们要悔改，令得爱悔改，这是耶稣的讲法。你从这里去理解一不一样？你本来是一个被酒充满的人，请你现在悔改，被什么充满？圣灵充满，一样的意思啦，各位兄弟。他们在圣经里面的这些人，他们用不同的讲法讲一样的事情。然后令亚述令得爱悔改。你看我话都是上帝讲，是不是？一样啊，保罗要讲也是这个意思啊。你们要被圣灵充满，你才能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各位兄弟，不要被有一些奇怪的教导迷惑了。跟你教讲，你若好圣神充满吼，你得车混到吼，你得讲奇怪的话，讲你听无的话吼，讲方言、讲舌语吼，你唔通听遐人胡白讲。圣经唔是这块的意思。你如果被圣灵充满，各位兄弟，你的生命的各个面向，你的理智、你的意志、跟你的身体，会变得很 sharp， 会变得很来了，很锐利了。你要明白上帝的话，你会更清楚。这是耶稣说的，他说圣灵来，要让你明白，以前我所教是你的，啊，这样不是你的理智会 sharp， 会很来吗？是不是？那圣灵结出的圣灵的果子来宾，最后讲的一个特质，记不记得是什么？我还要从头开始背是吧？啊，什么？啊，张长老娘，你看张长老娘都有跟我们一起在查那个什么祷告会，他知道节制啊，信不信？所以你的意志力会不会更强？是要更强的。好，所以各位兄弟，不要被迷惑了。圣灵充满，就是一个你甘愿上帝在你的性命成做你的王的这款的人。啊，你意识清不清楚？还是很清楚。你要不要做决定？还是要做决定。你不是变成一个机器人，啊，圣神叫你做啥，你就做啥，不是安尼。是你清清乎圣神应用。深深的被圣灵影响，就像喝醉酒的人，轻轻喝酒精来饮用，暗个一碗是一，烂一碗是烂。哎，各位兄弟，唔通即刚听到讲我爱饮酒哦，你无听啊，你无听。唔过唔通喝酒精充满，好，不要被酒精充满。最后两句话不下出来，伊讲。就用诗、用歌、用诗歌、用上帝的呼，大家三音答，用心吟诗，最高来俄勒主。短短的这一句话讲两个地方，就是兄弟姊妹，你互相在彼此的宽面三俄勒，阿妈在俄勒身为兄弟。好，从这个短短的一句话表达你人跟人的关系，兄弟姊妹彼此的关系，跟人跟上帝的关系。最后一句。就爱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感谢父上帝，各位兄弟，咱无法度
感谢所有发生在咱身躯边的代志，是不是？咱敢做会到？咱感谢，咱会去感谢咱发生在咱身躯边任何的代志。台风来了，没电没水，被关在阳明山。你看在那里，老技术员叫我们关几天，车也开不出来，连泡面都没有热水可以泡。我感谢我，重新有没有感谢？重新说，赶你的大头啊！照我们自然的人性来讲，咱无法度感谢所有发生在咱身躯边的代志，无法度。所以伊讲的对，他说什么？他不是强迫你说基督徒，你要感谢，感谢所有的事情，你就哈利路亚感谢就好。不是，保罗跟你讲，讲伫耶稣基督的名来感谢所有者，来感谢上帝。上帝说，说同意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各位兄弟，这个意思是你甲耶稣基督甲你是徛做伙，你若有甲耶稣基督徛做伙，无什么代志，我都感谢。这是犹太人民的观念，犹太人在讲 shalom， 我们翻成平安。不过犹太人在讲的 shalom， 这个平安跟咱台湾人的平安无共款。台湾人平安什么意思？你讲咱这个礼拜来，这主日来看到兄弟，咱就讲啦，平安，那个平安什么代志？什么意思？咱的平安后壁阁有两字啊，无讲出来。平安安那？无事啦，吼，无啥物事，无好事嘛，毋是啦，无啥物事，无歹事啦，无歹事就是平安啦。可是犹太人讲的，犹太人讲的 shalom， 伊讲的平安毋是这个意思，伊讲的平安是不管你有好事、无好事，有歹事、无歹事，只要上帝甲你伫底，你就安那，你就 shalom， 吼。所以各位兄弟，咱无法度感谢所有发生在咱身躯边的代志。啊，毋过耶稣基督若甲咱做伙，咱就安那，咱就会当感谢上帝。这是咱最后咱逼出来的款面。而且上尾再来提醒各位兄弟，传福音绝对毋是用讲的。哦，对非基督徒传福音，绝对毋是用讲的，用讲的无效。那有好，咱个厝里的人，大家拢变基督徒啊！传福音是用咱生命的见证、生活、水的表达来传福音，咱彼此来变的，人心会记得。之前的悲伤地，阮感谢你手术善行伫阮中间，伫阮的内面。啊！唔，讲我好大来困求，我不只是要信心，伫阮的中间，伫阮的内面，我要求阿爸爸伫你面头前，我敢来要求，我每一个基督徒拢要予信心来充满。